刻骨铭心的跨国婚姻，改变命运的关键抉择，奉献他乡的青春岁月，非洲屋脊上的奋斗者，在波澜壮阔的丝路途径里绘制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广东卫视丝路会客厅，走进埃塞俄比亚，寻访丝路建设者。1300年前，中国茶圣陆羽追寻茶这一清香绝尘、高洁优雅之物，从清冽沉浮的姿态中悟出了道，写下了茶香宁静却可以致远，茶人淡泊却可以明志。陆羽生活的年代，相似的场景在距离中国7000公里的非洲大陆上演，那里青草铺地，青烟漫起，伴随着水的沸腾，醇厚的香味在四周蔓延。这是咖啡衍生出的生活仪式，与中国的茶道异曲同工。今天，我们将踏上一段寻访的旅程，一缕来自东方的清冽，即将邂逅远方的醇香。有人说，如果一个中国人想在非洲大陆寻找熟悉与亲切，埃塞俄比亚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这个被称为东非窗口的国家，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是名副其实的非洲屋脊。在当地时常可见中国文字，人们只要看到亚洲面孔，便会热情地喊 China。 其实早在中国的汉代，也就是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帝国时期，两大古老的文明便开始了往来。2000多年的交往史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中国超过400个项目落地在埃塞俄比亚，数万中埃工作者投身其中，努力编织属于自己的丝路梦想。陈威是格兰云天酒店的工程副总监，在埃塞待了13年。明天酒店将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他得确保水电、安保、灯光、音响各项工作筹备妥当。格兰云天是埃塞首家五星级酒店，距离首都机场仅有3公里之遥。它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合作筹建，
格兰云天酒店管理公司负责运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曾这样评价，这是非洲大陆的标杆性项目。几年前，陈威凭借在非洲酒店行业深耕多年的经验，成功参与了格兰云天酒店的筹建，并以工程师的身份留了下来。不过他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跨国恋情。你好，哇，好可爱，都是儿子吗？对，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哦，好像是。请坐，请坐。你好。对，我还坐哪？对。陈总，我看到你这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小朋友太可爱了。您跟您太太，是怎么认识的？最早就是在一个彼此的朋友聚会上认识的，我发现她挺漂亮。这实话实说哈，然后就单独跟他约会，在其中有一次去他家的时候，他一只脚受伤了，他还是一蹦一蹦的给我做我爱吃的一个叫西路的当地的饭，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女孩子比较善良，然后就进一步交往的就更密切了一些，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觉得就是是什么促使你就是下定决心啊要留在这里？主要感动我的还是两点，第一就是刚才我说的第一次，然后我就感觉着他很善良。当时我们这个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哈，这个政策原来是写封信就行了，就可以从一个单位转到一个单位，出了新规定以后必须要把这个cancel掉才能重新 open 另外一个。然后呢，我的这个可能在手续上就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就买个机票兴高采烈的就跑来了。然后居然那天在机场就没有出移民局，好在这个移民局官员网开一面，允许我的见我老婆十分钟。我当时就出来见我老婆十分钟，坐了很久的飞机，然后只能见十分钟。对，这就是当时我们见面的照片。哦，可以看到我们都很就在那十分钟之内。您太太那个时候已经是干哭过 ，cry，yeah。然后你也是两眼都是红的，然后他们就允许你出来见他们一面，然后把玩具给他们。当时已经不叫难受了，当时是之后整个大概有一个月就没有对什么事情、工作啊、生活什么事情都没感觉，有点行尸走肉的感觉，就干脆彻底找个固定的事情来这做，所以就加盟了格兰云天，在这里，然后一方面可以在这儿，格兰云天也是国内知名品牌，也可以在这儿工作也不错，另一方面也可以全心全力照顾我的家庭。Good husband, he understands everything, so not be able.陈威告诉我，他的父母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长，一开始很难接受他娶了一个非洲媳妇，语言不同，文化差异构成了他们的担忧。为了消除公婆的顾虑，女孩经常给两位老人打视频电话，学着喊爸爸妈妈，还贴心嘱咐他们保重身体。慢慢的，陈威的父母喜欢上了这个非洲儿媳。我已经完全适应这边的生活了，吃住玩乐我也有大批的当地的朋友，要讨欢想要的朋友，所以说是我孩子也都在这边，所以目前还暂时没有过。Okay, go. No problem.
如果不是深入接触，很难想象这个北方汉子竟有如此般铁骨柔情。也没有想到，面对一段看不清未来的跨国恋，这个埃塞女孩却表现得如此果敢与坚定。稳定的家庭生活让陈薇更安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因为她和同事的权力保障，婚礼举办得很顺利。每当这个时候，陈薇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骄傲，她见证了格兰云天从无到有，更陪伴她成长为埃塞首都的会议中心和当地人举办婚礼的梦想之地。我们提倡的是一种家园文化，对待客人也提倡一种像家人一般的服务的文化。其实我们把这种文化从中国带到了非洲，人同此心，所以我们对待我们的客人是家人一样的这种非常亲切的非常细腻的这种服务。对待我们的员工也提倡的是像家人一样的家园文化，从198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从中国已经到了非洲。一个中国男人如此信任地将他的一生托付给了非洲大地，给予他足够底气的不仅是幸福的小家，还有格兰云天这个大家。他以独具中国特色的服务理念，创造了中国酒店品牌在非洲大陆的国际影响力。漫步在亚迪斯的街头，随时都能与咖啡的香味撞个满怀。埃塞俄比亚呢，是咖啡的诞生地，这里出产着世界上最好喝的咖啡。那么在这里呢，还保持着原汁原味的咖啡仪式。无论贫穷与富贵，这里的人们啊，每家每户都会有这样的一套烹制咖啡的器具。而且呢，咖啡的这个烹制的过程跟我们的茶道也有相似之处，比如说他们也会焚香，也会插花。另外呢，就是他们埃塞人也会非常自豪地告诉我，这是他们埃塞人给世界最好的一份礼物。也许他们的咖啡就和中国的茶一样，入口虽苦，但回味甘甜。就像这个历经过苦难的民族，如今成为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接下来我要拜访的这位，正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苦尽甘来。风趣儒雅的泽耶迪会说地道的中国方言，是公司出了名的翻译官。其实他真正的职务是人事经理。中交一公局集团公司在埃塞俄比亚相当有名气，埃塞的第一条高速公路，首都60%以上的城市公路都是由他承建。其中中埃友谊路被中国商务部授予优秀员外项目，亚迪斯亚北巴环城路被誉为埃塞俄比亚迈向现代化的象征。我们中间有一个三者定位，三者定位这个具体来讲，这个三者定位是这么讲的，就是政府发展及所得责任分担者，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政府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采购的优质提供者，这是我们叫三者定位。高中学校毕业以后，埃塞政府跟那个中国的外交关系，有6名，他就中国那时候是6名学生到中国去上学。那时候咱们就从中国的带到中国大学官邸考上了，有个数学、化学、
还有叫物理学吧。当时校区贴了我们六个人的名字，下面的你们六个人已经通过了，我这个心情非常非常高兴的。哎呀，我回家的，我又哭了，我又就那个是高兴的那种哭。那个家庭人都说了，我要到中国去上学的，就，很高兴，很高兴了。我是，七八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出生了，一共我们是六个孩子的。我爸因为他一个人，没有旁边他没有那个，他媳妇儿，我们都长大了。另外他那位我爸也是，他是读过学的，他从亚历山大学毕业的，然后他就去那个美国也上过学的，他有那个杨中生毕业的人，所以他就老让我们要学习，你要学习好，你生活就会好的。所以我们都是我们家里人都想我们自己要学习好，那必须把我们家庭的生活条件要改变。考上了以后上那个中国，到中国去学习，在中国那个天津南开大学学本科。90年代，埃塞俄比亚的就业率还很低。从中国回来后，泽耶迪开始疯狂地找工作。因为出色的语言能力，他被中交公司录取。在同龄人看来，这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我参加工作就得到了这个移民，中国公司就是 CCCC 的那个单位。当那时候20年以前嘛，我自己以前都没什么房子，都有房子了。现在原来没车的，我现在有自己有车了，有已经在那个公司单位里头干了20年的，我这个有变化。我现在也结婚了，结婚有孩子了，孩子都上学了，这有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和蔼，然后敬业，对，就是很有时候就是说，工作会跟工作到很晚，不会就是说，局限到每天工作8小时，这个都是自愿的。因为到月底会做这个雇人公司这个东西。做那个氧化线，那氧化线也是咱们 CCC 公司，修的，所以自己觉得proud。我也想今年让他们，回家的时候让他们学中文。我让他们长大以后，也想他们孩子们都对中国也要了解，要看到这尽量让他们学习中文。从坑洼泥路到如今的平坦大道，泽耶迪参与并见证了埃塞俄比亚近20年来的快速发展。在亚迪斯亚贝巴还有一条特别的路，一群年轻小伙子在这条路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雅蒂斯的轻轨站的始发站上。那么这个轻轨呢，分为南北两条线路。那么当时呢，中国派出了300名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来这里协助他们开展工作。4年过去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回到了国内。那么在这里呢，还剩下了7个小伙子们。那么他们在这里将完成手上的最后的交接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其中的一位，他叫普瑞。普瑞你好。你好，哎，终于见上你了，还真是欢迎。嗯，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一个我们当地的向导，然后他叫旭日，然后同时他也是我的徒弟。哦，你好。你好。嗯，他的中文非常的溜。哇，真的，你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我的中文在天津师范大学学的。哦，天津师范大学学的。是的。所以我想接下来不如就让旭日带我们大家坐一下我们的轻轨，然后看一下沿线的风景。好的。可以。亚蒂斯轻轨开通之前，由于公共交通滞后，晚上不到8点，整座城市进入了睡眠的状态。而现在，轻轨运营到晚上10点多，许多商店、餐馆也延长了营业时间。交通的便利让城市的生活更加丰富。古老的亚蒂斯亚贝巴因为轻轨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来做那个轻轨的人也太多的，非常多，特别是上工作的人，一般每天早上都是坐轻轨去上班的，下班的时候也是坐轻轨回家的。然后呢，他们在这里开这个轻轨，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了。做轻轨价格方面也很便宜的，从6币是最多的价格，2块是最小的价格了。所以呢，如果坐面包车或者是公共车的话，价格比轻轨好高了。打扮的就让人花枝招展。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其实2015年，说实话啊，然后2015年的时候，当时就拿我个人来举一个例子，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们领导就让我过来，但是当时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父母都不同意我过来，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就没有过来。不让我过来的原因呢，就是好像国人一听说非洲，就会觉得非洲很乱、很穷、很脏，然后父母就会担心到这边来了，然后会不会就是有什么危险呢？或者说另一方面又觉得年纪慢慢大了，是要考虑个人问题，在国内要结婚呢、啊、因为你这一走不知道要走多少年嘛。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家里人就坚决不同意我过来。所以2015年最开始，我们大部队国内公司大部队人员过来的时候，我是没有过来的。然后我就拒绝了公司，我说因为家里的原因不让我过来，所以就没有过来。但是后来到了16年年底的时候，普瑞他们告诉我，我发现跟他们接触起来，我觉得他们还是很好学、很爱学。因为你来到这里，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这个国家工业基础是很薄弱的。所以说，我们克服了，真的是众哀烦，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的情况是处于，因为完全已经交给他们了，所以说也算是他们出师吧。所以说，我们每个中方员工也是感到比较欣慰的。希望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还遵循我们交给他们的所有重要的东西，这对于他们以后的生产和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是每天都要到现场来，对他们工作一个卡控和质量的提升。虽然说他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作为老师在的一天，我就有这个责任去帮助他们，尽我所能帮助他们。
2004年，弹指一挥间，这群中国小伙子和当地员工都成了朋友。眼看徒弟们从什么都不懂到熟悉操作，他们别提有多开心。深圳地铁对亚的斯亚 V8 轻轨项目的支持是全方位的。截止到2019年的7月31日，本项目安全运营了1410天，日均客流超过了14万人次，让亚的斯亚 V8 轻轨像深圳地铁一样能够安全平稳高效去运行，也为埃塞俄比亚城市轨道交通事业奠定一个好的开端。 It is a bring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more closer. Whenever there is a project which is going to be undertaken by Chinese companies or by financing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t definitely is contributing to the furthering and strengthen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 think, in our view,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brilliant initiative by China. Now it is being embraced by so many countries from three continents of Asia, Africa, and Europe. Ethiopia i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were here in 2017, and again, our current Prime Minister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Apri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have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also believe that we are beneficia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蓝白相间的轻轨顺着地势凌空而过，这是一条合作之路、友谊之路，更是一条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建设不但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承载着埃塞人的梦想，驶向远方。心中有梦，脚下有路。非洲屋脊步履不停的奋斗者，用智慧和汗水共同绘制了一带一路精紧细腻的工笔画，每一笔都承载着国家之间的智慧友谊，从过往姗姗而来，向未来阔步走去。而他们砥砺前行的身影，伴随着非洲民谣的奏唱，在这片充满生机的韧土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丝路图景。中国龙舟穿越海上丝绸之路，远赴重洋征战国际大赛。这是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更是一次文明的互鉴与交融。They were very fast. 丝路会客厅，追寻中国精神，乘舟出海。收看的是广东卫视。